台南市立图书馆为了要庆祝103岁馆庆，以及让民众亲自了解图书馆空间，甲发现图书馆的水，特别举办2022我伫图书馆漫步娘娘比赛，邀请民众到台南市45间公共图书馆，将家己喜爱的角度摄落来。就今日期是到10月8号为止，10月20号公告前三名，以及加做17名的中奖相片。台南市立图书馆为了要让民众深入了解图书馆空间，甲发现图书馆的水，是特别举办2022我在图书馆漫步亮亮比赛，邀请民众将台南市45间公共图书馆的水，甲家己喜欢的角度摄落来，来报名参加。其实每个人到图书馆来，他都会想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或空间。那他每次来，他就会坐在那个角落或空间阅读他的文字，或是去寻找他所想要的书籍。那我们也是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大家来看见说，每个人所选择的角度，或是说你认为哪一个角度、哪一个环境是你最喜欢、最想要来图书馆。台南市立图书馆表示，参加的对象甲使用摄影器材无限，每人以一件作品参赛为主，并且报名表会当到图书馆网站下载。收件日期是到10月8号为止，会伫10月20号公告前三名，以及加做17名得奖者甲相片。活动截止之后，我们就会请老师进行外聘的委员进行审查，审查完之后，我们会进行展示。我们会选出前三名，然后甚至我们会选出前三名，然后剩下的17份在座位是佳作，我们总计会收入20份的摄影作品，然后并且放在我们的3楼做展示。展期是从11月1号到11月底这样。但市立图书馆表示，对亮亮有兴趣的民众，欢迎到45间公共图书馆出境，不管是外观到内部空间各角落，只要符合主题，伫收件杂志进前，都欢迎报名参加。记者萧敬伟，永康区采访报道。